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包大侠，我今年26岁。那可以看到，这是我美股 MH 券商账户。那今天是7月21号的2点多。那这边29万2000多美金，这边这个券商都是以美金计价。那这部分差不多880万台币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我股票里面差不多目前的资金量。那下面还是可用的资金。好，那这边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今年透过投资美股赚的非常非常多钱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有39%、30%、24%、16%、15%、13%等等的，那抓总起来是16多%。那这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年度至今总盈亏，这里面包含了我今年所有的赚钱跟亏损，那目前是44,473美金，相当于是120万台币。那其实这个部分也是最难的，我们知道很多的老师嘛，他会公布自己的绩效，但是往往都是这一单赚钱，那一单赚钱，这一端赚钱，第三单赚钱，但是他常常都不会把亏钱的放出来。而我这个年度至今总盈亏就是包含了今年所有的赚钱跟亏钱。我这么说不是要炫耀什么，而是你假如说真的想要真心学到一个投资的真功夫的话，那你一定要慎选老师，一定要慎选在这市场中打混多年，而且已经累积到庞大资金，报酬率也不错的老师。那其实今年以美股来讲，或是台股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难做的一年你看，这是美国大盘标准普尔500的走势那可以看到，今年从年初到今天，其实它还是亏损的状态，但我却还可以透过我独特的筛选方法，在今年还是赚到非常非常多钱的。平均今年到目前为止一个月的被动收入是18万台币，而我的操作方法也是不需要盯盘，你可以花很多时间，像我还拍拍 YouTube 去旅游但如果你想要知道我都在怎么做到，我现在有个限时免费的50分钟美股免费教学，那就在下方链接，赶紧去索取报名那名额有限那我们影片里见拜拜。